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关卡是生命之源哦，这个八之三之一之三，我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这个龙队哦。为什么要用这一队呢？因为这个试很多队伍哈，不是很好通关，说真的，最后还是选择用龙队哈，龙打。这个用异界龙试过，好像也不是很好过。好，锁定右边这一只。哦，这个越攻越强。哦，能打多少是多少了，反正我们尽力就对了。三 combo， 一转慢就差很多了哈。还是三 combo， 这平民百姓快要吐血了。哦，龙哥可以开了哦。转。去死吧！那个熊一定要逼我开龙科。CD2 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出击，没关系。哦，不过马上杀太快了哈。神族克制弓，哦，这个也无所谓，这个也不是很难打的哦。为什么没有什么攻击珠啊？没有什么补血珠啊？这个奇妙的这个。天降好，天降也 OK。再来是无视控制 ，CD1 的，基本上是可以开这个开招扁了。
男性喉咙痛，所以话比较少哦，大家不要介意哦。哦，总之这个就是 combo 一直转高，血补满这样的一个 tempo 就好了。要转出哈，再一波，第八关哦，这个垂死反击。不难打，这个只要我们小心一点就好了。这一回合做一个绿柱的动作哦，因为下一回合他可能就要被我们 KO 了。这个卡这个位置我不喜欢。思考一下哦。这一关好，决定先扁他一波再说哈。扁他一波，我们转一个木的好不好？
再转个哦，轰他一下。龙哥，我靠，龙哥怎么这么穷啊？去死吧！棒，漂亮，漂亮。好，做一个百分之百哈，必死一击哦，这个打几个亏都可以得掉。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是叠珠叠不出来哦，所以我这边做个切开的动作。加油啊！终于啊！哦，这个八支、三支、一支、三哦，这个配技已经配了很多次了，终于配到一次可以 KO 的这个的打法了哈、哦。好，以上是生命之源八支、三支、一支、三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